玩的就是一个这种雾层，明显的白雾层是很厚很厚的。漂亮不？漂亮漂亮漂亮。啊，哎，这个冰冰来了，冰冰来了。这个 hello hello hello。哎呀，今天不好意思了，今天的话就怎么说？昨天封的料子嘛，我老板不愿意卖呀。卖不了。对，卖不了。他说价格有点太低了，他说卖不了。多少多少来着？35啊。有简单有简单、嗯、我也是想卖的，完了他是我老板的话，他不愿意卖嘛，真的不愿意卖。对，我也很难搞嘛，是吧。那么木纳的料子，这料子板板正正，有手揉味，底子干净到无敌，看到没有，整一个这个蓝味。这料子玩手镯的，手镯相当稳，自然光预热的黑度，看到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好好帮我问呢、啊、我昨天还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呢，他就说卖不了就卖不了。卖不了这个价格。对，兄弟们，这料子你要打点水，自然光的这种蓝味，看到了吗、啊、已经看得到了蓝味黑度，上给灯。哇去，兄弟们，这鱼肉真的相当干净，木纳料子典型的那种木纳内化的那种甜味，真的我还是钟爱木纳呀，兄弟们，没有哪个场合能比这种。对，虽然说没有花没有色，兄弟们，但是它的这种底妆肉质，我操，真的是无敌。我直接加20000嘛，我也不疯了、嗯、你直接打电话问一下吧。大哥，加20000的话，真的只加20000的话，就我老板的话他肯定不会卖的。问一下嘛，问的才有机会嘛。好嘛，那就我问问他。对，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问一下。打个电话。对，问一下。是个，就是我当你的面打，不是的话就我也是不打的了。嗯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没事。问一下，加20000。哎，阿哥，我话你都老家你点嘛？东西敲呢，偷他的下来，都按你刀咩刀片来咬你嘛啦？哎，嗯。他说运费太高了，我们现在运费的话都是很高。运费能出多少钱？这种料子？嗯。好比好比，这边我特别难问了，都难。好比好比，这种好东西买一块少一块，他说了。就是现在的话，想买有钱都给在老化感的东西都想买得到，都买不到的。就是现在，嗯，他说50万以上才能卖到。50万以上。对，50万以上，你看嘛。反正我是觉得这料子40万以内，我肯定是闭着眼睛的。过40万以上，我是觉得意义不大了。是的，我老板呢，他说了40万以下的话他卖不了，就是想卖的价格是就是50万以上的话他可以买得到。坐了啊。嗯，好，你研究一下嘛，好吗？这样都凑过来了，这么厚都凑过来了，可以吧？相当可以了，这栏杆砌得很足啊。这料子还能砸，随便砸，全身都砸。主要是面上完整，你知道吧？手镯机会大呀，有一点点纹在边上就不怕。贝贝啊，嗯，你说嘛。真的，我也是真的不好意思，真的我也想卖的。过40万的话，真的意义不大。那就确定不要了，是吧？嗯，那就好吧，算了吧。我先行放弃吧。啊 ，OK。那就算了。爱是爱的东西啊。哎，那的话的，我也爱的嘛。但是价格的话不对嘛，是吧？是好东西都是。饮料拿着喝，妹妹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太客气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你们缅甸人还喜欢喝的这个。嗯。那你不是谢谢你不是要替他征婚吗？哦对哦，哎你还记得啊？对，你昨天说了嘛？是啊，嗯，兄弟们，没冰冰，冰冰，别走，兄弟们，咱们给冰冰啊现场征个婚啊！冰冰今年是27岁啊，要求是那种没有结过婚的啊，正儿八经，因为冰冰之前也谈过一些啊，就是，就是那种结过婚有小孩的、啊、在外地啊，但是正儿八经想要一个单身的啊，喜欢的来啊，今年27岁，缅甸拉秀。哎，这个傣族啊，明个来吧，明个来吧，这个在线婚做婚件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好，慢走啊，冰冰，好的，好的，嗯，好。2 hours later， 哎，冰冰，你再过来一下吧，把那个料子也带过来，对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，好，那我等你啊，兄弟们，失误了，这料子啊。我应该直接还是要封起来谈才对。你这料子、啊、其实我刚刚也说了啊，它是全身熟有手镯味，并且随便再擦再开的料子的啊。这料子我是觉得就是40万以内闭着眼睛拿、啊、这料子我们
让他拿回来，我们再封起来再谈一下，因为封了才有机会啊，这样给价可能货主他不够敏感，知道吧？我们再等一下，等那个冰冰把料子拿过来。对，你今天还要谈一下是吧？对，走走。嗯，再看一下啊。嗯，再看一下吧。好东西嘛，是吧？可遇不可求的。没抛过光啊，所以说是吧？怎么样？那走水真的没得说。对啊，也干净，巨干净的。打点水就没有那么白灰了啊，因为它没抛过光。冰冰啊，嗯，你说。我想一下，这个料子啊，还是封起来的。封多少呢？38万嘛，38万封起来。哎，你也38万，你就别提了。为什么？你38万的话，你封了也是我老板的话不卖的嘛。你看嘛，他说他50万以上才能卖。没有，冰冰。嗯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封了才有机会，知道吧？我也知道了。就是我是怕不封的话，到时候哎被别人弹走了也说不定，可能别人出的比我价还低，你老板也卖了也说不准。我也知道了，知道吧？这个说不准，就是他可能他说想是想卖50万以上，嗯，对吧？可能我再加一点他就卖了也说不准，你好好帮我再问一下，好吧？面，咱们就38。真的你不用问了，真的这个我也是说，我也说直接话的，是的。真的封不了啊，这个价格的话，你封也是白封的，他也不会卖呀。你好好帮我问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要着急，我们先封起来，好吧？就38，我们先封的，你慢慢问，慢慢探一下。如果成了，嗯，我单独给你5000的白卡，5000的白卡。对，就是你老板还会给你白卡嘛，对不对？你老板给你白卡，我再给你单独5000的一个辛苦费，好吧？你好好帮我问，你封起才有机会，封了你慢慢问，不要着急。那就好嘛，我就再问一下嘛，好吗？嗯，来，先封就好了。嗯，先封一下嘛。对，就你不用打电话的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拿回去问嘛。对，那我拿回去问嘛。对，拿回去问啊。对他能不能卖嘛？38是吧？嗯。哎，我封包的那个胶带去拿。我去拿一下。OK， 冰冰，那麻烦你再帮我好好问一下啊。好，我就问一下嘛，你这个，但是我提前跟你说啊。但是的话，这个料子的话，38万的话，几率不大的。没事，你帮我问。提前跟你说好吗？你好好帮我问。好，我帮你问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反正成了，我收了，就5000的辛苦费，我直接给到你了。啊，那个的话就不用了。没事的，要给的要给的。好的啊，那就我先走了啊。OK， 嗯。拜拜啊。嗯。Later， 兄弟们，这个料子经过了2天的封包啊，总算是谈成了，38万加5000的白卡，就是38.5万了，终于成交了。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封包啊，兄弟们，封包就是我们行内常见的一个谈料子的方式啊。为什么要去封包？我也为什么会说，哎，这个料子我草率了啊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封包啊。就是封包了之后啊，料子它是不允许给别人去看，给别人去谈的，只能我一个人谈啊。不管你卖也不卖，这个料子都不能拆开去给别的同行去给别人看的啊，这个就叫封包啊。那封包呢，就在于哎，他不会说哎，半路啊被别人截胡了，或者被别人不管是高的价低的这种价格给买走给弹走，知道吧？来，我们再给大家一起看一下，好吧？打点水啊，别看现在灰灰的，因为没抛过光啊，知道吧？这小水一打，是吧？这底妆蓝味，黑度，真的太舒服了。这料子其实大面积可以开啊，兄弟们，这些地方完全可以再拉开再扩开，看到没有？其实隔着皮壳也淡淡的这种蓝味是看得到的啊，这个也有小细节。那这个料子我们想再把边上再给它拉开一点啊，这完全可以拉的啊，这样一对是吧，对窗一打，哎，对灯一打就漂亮了啊。哎，有点忍不住哎，擦呗，直接开呗，开了才有流量，自己的料子是吧，啊，随便开了吧，现在大家都喜欢看你开窗啊！来，兄弟们，那我们就稍微再给它扩一下，刚好现在有时间啊，兄弟们。其实这个料子我刚刚说了啊，整一个这个大面上都可以去拉啊，就把这个窗面给拉大啊，就是肉窗。那这边拉的开的有点小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这里可以继续再把它拉开拉大啊。玩的就是一个这种雾层，明显的白雾层是很厚很厚的。所以说要挖深一点啊，这种料子往深了去挖，往深了去拉，我们用细一点的针呢拉出来会更加的漂亮一些啊。哎，
样是黑的。黑的吗？我说了不变的这料子，但是我也不可能说全部去开啊，兄弟们，因为还是要留一定的空间给下家，是吧？他去开也好，他去卖也好，一定要留一定的空间的啊。太明了，其实反而很多客户是不太去选择的啊，因为他没什么空间，没什么可玩性的。漂亮不？漂亮漂亮啊！嘿嘿嘿，相当的 nice 啊！水晶晶啊！水汪汪，水晶晶，是吧 ？Later， 知道吗？哦呦呦，漂亮啊，是吧？我们刚刚拉的部位是这一边啊，兄弟们，那这里，是吧？我们把它拉开了一大嘴，一大坨，看一下，这鱼肉，兄弟们，木纳料子的这种甜味、醇味真的是无敌啊！这料子其实边上看到没有，没有丝毫的裂纹，就是边上这些地方都可以去拉开拉大啊。但是其实这个料子呢，我并没有说打算去开多大啊，其实这样就差不多了，过过手瘾。主要是手瘾来了、啊。对，手瘾来了。这背面也可以开，包括它这一面完全可以再修再拉，是吧？包括整个正面，要是能够这一面再拉开，明显的那种手肘位出来，兄弟，那这个料子绝了。长了，懂意思吧？直到大长了，直接。那这种料子呢，兄弟，不管你是做一个收藏，还是说你有哎盘手镯的一个需求啊，其实都千万不要错过了啊！整一个，嚯！他说开的更多，那就其实淡淡的、微微的，有没有看到它那种玻璃底妆、玻璃光感？嗯，这里很明显，有没有？对，是吧？相当明显，啊、嗯。这料子呢有3.85公斤啊，正面已经大面积的开窗，侧面是吧，这边也探了，包括我们刚刚探的这个部位是吧，完全的易肉发黑的一个质地，一个种水啊。而且这料子你看背面这些沙完全是一致的啊，整一个鸭的那种脱沙感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这个料子呢它是不会变种的，整一个是满玉满肉的啊。就其实这两年呢大家都知道啊，一些高货翡翠呢一直在涨得很疯狂啊，所以说这种料子呢，就是说你放个一两年绝对是有的赚的啊。那当然有盘货需求的，那直接拿来盘货也是没问题的，是吧？这料子兄弟们拼手速的木纳料子啊，不然我忍不住再给它擦一下或者给它切了，那就不是这个价了啊。好吧兄弟们，那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先记录到这里啊。我小志，如果你也喜欢翡翠，别忘了给我点个赞，好吧？再把它修一下。怎么还开啊志哥？哎，不拍了不拍了啊，稍微的。啊，再还是手痒是吧？